谢典玲议长是我的家人，身为家人，我当然我们有亲情的压力，但是也不如同外界所说的，我们是在为选举做双保险。我们有不同的工作的场域，我们有不同的交友的关系，我们对于自己在政治上面的抉择也是不尽相同的，有时候就是一个压力的决堤点，到了这样子的决堤点，每个人选择的方向就不一样。对于他是我们过去很资深的党员，我感到非常的惋惜。身为他的家人，我对于他的决定表示尊重。